混沌初开。是吉祥之物啊。茫茫苍穹，万物化生，连茫茫天地都为之动容，为之震撼，这孩子才是真正的自然之子啊。唉，就叫他浑元吧，混沌的混，原初的元。这是谁干的？是谁踢的？哦，浑元，是不是你踢的？哦，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，让你踢球你就往屋里踢，是不是？你功课也不做，回回考试都不及格，你还敢给我在这闯祸、哎、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、哎、让你踢，以后看你还给我踢不踢球了、哎、嗯、哎、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，我打你、哎、以后不许再给我摸球了，听见了没有？亏你还是个足球教练，要他踢球的是你，不让他踢球的还是你。爸，您输了球就打人呐？什么？你还敢嘴硬？嗯，这个孩子，不踢了，不踢了，再也不踢了。啊？啊？啊？啊！哦，真奇怪，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劲儿啊？太奇怪了。
来起来起来，该练功了，快起来。行了行了，不要再睡懒觉了。爷爷，小妹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哥哥，我在这儿。真香。啊，蝴蝶。哥哥，你快来呀！啊。哥哥，你快过来。哥哥，你看，那有个知了。哎呀，哎哎呀，哥哥，我要知了吗？知了知了，我都快成知了了。我要知了，啊早上好，同学们，我们准备上课了。哦，请进。哦，对不起，同学们，打扰一下。过来，昆西。哇，好漂亮啊！真漂亮啊！真漂亮。哦，同学们，这是昆西，刚刚从外校转学过来，请大家鼓掌欢迎。欢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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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准备上课，哪位同学可以给昆西同学让个座子？我。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，现在请大家听一听黑头的作文。我的理想，几百年前达尔文老爷爷就教导我们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对于我们来讲，如果考试考不好，我们将失去升学的机会，无论是学习还是踢球，失败都是不能忍受的。浑元，浑元，又走神了吧？黑头的作文里说了些什么？明年就要考初中了，怎么一点紧迫感也没有？哇，这题目这么难呢？不许说话，认真答题。离交卷只有十分钟了。啊！发水喽！发水喽！再见。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！哎、哦，明年你就要该考初中了，这次怎么还没有考及格？我都替你着急，你这孩子真让大人操心呐、啊！我让你不好好学，这个不听话的孩子。题目太难了。你看，我都听到了，你可能是又触到了他的阿氏穴位。哦，可这次是打在他的头上啊，难道他的穴位到处都有吗？哦，看来是阿氏穴位，真的是这样。小妹，快走！哎，等等我，哥哥。嘿，嘿，嘿。
二呆。哎，真好玩。我叫你呢，你听见没有？嗯，干什么？我有特异功能。嗯。蒙蒙你妹妹去吧，你没发烧吧？你才发烧呢，我能作证，这绝对是真的。嗯，那你表演一个给我看看。二呆，你打这儿一下。嘿，哎，不行，你得使劲儿打。刚才我爸爸是用很大的劲儿打的。哎，嘿，哎呦，哦，哎，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嘿，你看怎么样？哦，神了耶！哥哥，这下你可就谁都不怕了。我有个仇人，他学我说话慢。咱们班上的黑头仗着学习好，一脸目中无人的样子，哼，也该教训他一下。哎，使点劲儿，哎，用脚勾，哎，勾，哥哥，那不是朱三吗？是朱三他们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你是来干嘛的？这些人太厉害了，他们总是欺负我。怕什么？我们又没惹他们，走。过来呀、啊！过来呀、啊！怎么样？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哼，别说你想管，你就是不管，我还想让你管呢。哎，朱三，我跟你拼了！你想找茬？过来呀、啊！嘿。哥哥，用你的阿氏学，你们几个少管闲事儿。浑元，打架不对，你不知道吗？二呆，我用车带你去看病吧。不用你管。昆西，这两个人不知好歹，我们走吧。哼，你们这样打架，打出来的男子汉，对吗？昆西姐姐生气了。我们不应该没礼貌，人家是来帮我们的。哎，二呆，你在朝这儿狠狠打一下。哦。使点劲儿，来呀，再打一下。哦。嘿。哎呦。哥哥，你怎么不灵了？哎呀。哎呦。哎呦。小英雄回来了。爷爷，哥哥的特异功能没有了。没有了好啊，不能光靠那些。
爷爷制图干嘛的？哦，这图是讲给你们听的呀。哎，爷爷，这图我看不懂啊。嗯，好，我现在就讲给你们听。啊，太好了，爷爷讲故事了。哎呀，太神了！太神了！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无数个穴位，可这阿氏穴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穴位。相传是中国古代神医华佗发现的，他在人体内来去无踪，居无定所，没有规律可循呐。生活中的平常才是非常，只有勤学苦练方能有所成就。若舍平常而求非常，投机取巧，依靠那些靠不住的东西，那无疑是误入歧途，终将一败涂地。知道了，嗯，知道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儿，抓紧时间做功课，注意以后不许再打架了啊。流动的阿氏穴啊，我明白了。阿氏穴，嗯，我的阿氏穴在哪儿呢？阿氏穴。